把它调整啊，哎，这一念心啊，就在增加福报了啊。你那个水啊，放的那么大啊，把水源都浪费掉了，福报会减。哦，那魏忠达的故事啊，啊，这个心量大啊，这个是沉哦，福报啊会增长的很快。哦，除，哦，那就是造了比较重的恶了。哦，你讲这一句话呢，伤透了同学的心呢，哦，这个福报会折得很大了。好，那报应之事啊，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所以这个报应的速度啊也是很快。哦，哎，快到什么程度？哦，那这个都值得啊跟同学讲。哎，好像看过一个报道啊，哦，就是人家身体呀、啊、不好啊，居然建议呢吃老鹰的蛋啊，那建议有人建议了，哦，结果后来那个老鹰攻击呀、啊，攻击那个建议的，哎，他们在讲话的时候，老鹰又不在，怎么去攻击那个建议的呢？哦，所以爆出来了，也觉得挺微妙的。你造了那个业啊，天地鬼神知道啊，哦，甚至于你看这些万物啊都有灵知啊，哦，这个前几天看到啊，纪晓岚先生的啊《阅微草堂笔记》里面都是记因果故事，哦，哎，有一个人呢。啊，他刚好经过市场，哇，因为景气不好啊，好多牛被卖了，他准备杀了，啊，他看那牛在流泪啊，心软了，啊，结果就尽力的啊，把那两只牛啊救回家来了，结果后来呢，他们家遭小偷了。他不在家，他的妻儿在家，啊，结果推进去了，眼看他妻儿就很有危险了，哦，而且这强盗不止一个人了，可能财产跟生命啊都有危险了，哎，突然呢，两头牛出现了，哦，然后用脚啊，哎，跟那个歹徒搏斗啊。而且牛呢，被砍了好几刀，还是奋勇在救这个救他的这一家人。哦，你看户主哦，然后后来真的这个盗贼啊，被击退了。哎，后来大家都不知道啊，他们怎么从关他们的那个牛棚呢、啊？这两只牛怎么出来的？不知道了。哦，当然纪晓岚先生后面是说，这里面没有鬼神啊加持在其中啊，有时候很难讲得通呢。哎，哦，这个牛有护主之心啊。哎，有可能得到天地神奇的加持啊，这个就不一定是我们常理能够思考到的哦，因为他听到这些都是真实的故事啊，哦，把它记录下来了哦，包含啊，我们都熟悉这个《孝经》，孝悌之志，通于神明，光于四海，无所不通啊。哦，有一个
媳妇啊，啊，尽全力要治他婆婆的病啊，这个都是纪晓岚先生记载的。哎，他好不容易啊，筹到了一些钱呢，啊，要帮婆婆买药了。结果呢，遇到强盗啊，抢走了他的包袱了。哦，你看这样孝顺的媳妇很难找了。哎，结果这个抢匪啊，骑着马，哦，结果呢，他抢完没多久啊，在途中就不知道什么时候啊，就被树枝啊，他骑的过程被树枝啊。啊，给这个吊起来，吊起来之后就甩昏了，那很多人都围过来了，哎，这个人怎么了？昏过去了，哎，没多久啊，看到一个女子哭哭啼啼来了，这怎么回事啊？哇，我尽我的全力要救我婆婆的命啊，结果被一个盗匪把我的包袱抢走了。刚好在场的人，哎，旁边有个包袱啊，因为那个抢匪昏过去了嘛，然后抢匪醒过来，哎，这包袱里面有什么都讲不出来，这个孝妇啊，这个马上讲里面有什么什么什么，后来就要押这个人去官府了。啊，这个人吓得半死啊，要和解啊，再给他多少钱？哎，他急着要回去救婆婆了啊，没有跟他计较了，然后那个盗匪还赔了很多钱。哦，你看那种孝心啊，马上感这个天地神奇啊，护佑他了。好。我们每一天发生的事情啊，都可以证明因果报应的，这个都可以讲给孩子听的，让他时时啊都在熏陶因果报应，包含我们在跟家长。有交流的机会啊，这个因果啊，是随时随地的。你看，像孩子的健康，病从口入，他现在身体会有什么情况啊？跟他吃有关，跟他的生活作息啊，都有关系。这个我们老师有心呢、在每一次跟家长互动当中啊，都能把这个因果跟对方啊交流引导没有父母不关心他的小孩的包含像今天承德有看到一个新闻在台北。有一个孩子15岁啊，开着他爷爷的车子，结果失控了，撞死几个人。15岁啊，撞到人家餐饮小贩了。结果这个孩子呢，撞死人呢，出来还嬉皮笑脸。现在的孩子呢，被宠成什么样子了？那这个孩子这一件事啊，他的前途毁了，包含他家庭啊，都要负担起，你看这个赔偿的责任呢。可是这个是家长本身呢，
对于孩子德行的教育、因果的教育相当的缺乏了。啊，其实都有征兆的。啊，因为去了解这个孩子的情况，他之前已经常常飙车了，摩托车都在飙车了。今天刚好有个机会了，偷到了爷爷车钥匙了，就促成这个悲剧了。哦，我也常常跟这个家长有谈到了，你有把握你的孩子不犯法的举手。现在这个多难哦，你没有教他伦理道德因果教育啊，受同侪朋友的影响，会不会做出犯法的行为啊？这个都要重视啊。好多问题不重视啊，这个人生不可能幸福的了。啊，我问家长，你有把握你孩子不得癌症的举手？不得忧郁症的？哦，不会寻短的？不会触犯法网的？哦，不会吸毒的？哦，不会离婚？不会父子冲突，这里面有一条啊，他的人生就很难幸福了。啊，我们借由社会发展的事情啊，发生的事，都可以跟家长做沟通，当然也可以跟孩子做沟通。啊，这些都是机会点和当即可啊，这位师，好，我们。啊，教学相长啊，在教学当中呢，对我们教育的爱心的提升，包含教学的智慧善巧，都有增长。这样我们教学就生活在感恩的世界里。好，不知道诸位仁者啊，这一段时间有没有啊？运用啊，比方说《太上感应篇》呢，《弟子规》啊，《了凡四训》相关的经教来引导孩子啊，或者是相关的故事引导孩子，哎，得到蛮不错的效果。我们等于把这些经典学以致用了，哦，或者没有效果啊，也可以提出来，啊，这样我们可以探讨啊，哎，为什么会没有效果？啊，都可以积累我们的经验啊。好，啊，我们是在这个平台上啊，啊，大家。成为彼此的后盾啊，可以互相切磋探讨。哦，有没有哪一位仁者愿意分享一下？啊，诸位仁者，你们每天在第一线呢，会发生不少事。哦，我们有实际的例子可以探讨啊，可能可以产生更多的。共鸣啊，更多的灵感，啊，我们不要搞成一言堂啊，变成都是我在讲啊。好，啊，大家假如有老师啊，何老师啊，有请啊。哎，您的麦克风好像还没有开，还是有那个控制的，可不可以帮，何老师开一下麦克风哈？
啊，可以的。我说，非常感恩法师慈悲开示。不敢当，请坐，请坐啊。能够听到法师您的开示，是弟子的荣幸。哦，不敢当，请说，请说。因为平常也有在听法师的那个《弟子规》，就是有时候在引导孩子的那个态度的方面，就是会有一些挫折。哦，是，是，比方说哪一些情境呢？比方说，我请孩子就是叫他的名字，就是说，佳怡，就是你可不可以，就是我先叫他的名字，他就会回答我说，干嘛？他会这样子的口气，就是，很不礼貌这样子。可是我就是用很多种的方法去做引导，对，可是还收不到比较好的效果。你用了哪些方法呢？比如说，我跟他讲说，你在叫妈妈的时候，妈妈有这样回答你说干嘛吗？妈妈是不是都问你说有什么事，马上就回答了？可是妈妈在叫你的时候，你都没有回答妈妈。如果回答了，就是回答干嘛？我说同样的，如果你这样子叫妈妈，妈妈如果用这种方法回答你的时候，你会有什么感觉？更何况，《弟子规》里面也有教，就是父母呼应勿缓。你有没好，有学到这句？是，好。因为首先，第一个哈，您在跟他讲话的时候，你自己有没有情绪？是没有的，没哦，有的，这是很平和的，好。是。陈德这么问呢，是说我们在跟对方沟通的时候啊，假如有带情绪啊，可能对方会先感受到情绪。哦，所以您说没有情绪啊，第一个可能是你真的没有情绪，第二个是你有情绪呢，你可能看不到。是，好，我觉得应该是第一个啊，我看您很平和。没有诚惶诚恐，真的诚惶诚恐，学的不好，学，你还是要有信心啊、有时候这一点我觉得自己就是有点没信心，因为有时候没有做到的时候会很难过。好，做到了没有做到啊？我们汲取教训就好，不要又变成很难过。啊，你很难过，这种情绪啊，就是烦恼。哦，要随时能调整自己，不然我们自己会常常陷在烦恼里面。哦，假如常常有烦恼啊，你家里的人就不会觉得学传统文化很好。是了解。哦，因为他们觉得你学的传统文化没有比较快乐啊，反而烦恼不少啊。哦，所以我们可能我们随时要表法给家里人看。哦，好那的，表了法解。不是一种压力哦，随时要调整自己的心态。哦，不是压力，是一种动力。哎，是。好，我不知道大家觉得说，哎，我随时要给孩子、给学生做表法，
我们觉得是压力还是动力？啊，这个自己要关照得到，啊，都要转成一种向上的动力，不是压力，所以老和尚说后不再造叫忏悔，不要产生，这个没信心啊、难过啊这一些情绪，随时要调好自己的心哈，因为。心是根本啊，医报随着正报转，随着我们的心好转。的，好的。这个交字啊，这个交字呢，左边两个叉，下面一个孩子啊，两个叉，第一个叉是父母老师画的，所以上行下效，以身作则。右边是手拿着树枝啊，这个是耐性。所以提醒一次。对方啊，孩子没有马上转了啊，我们还是很有耐心的，继续护念他哦。好，那当然，您跟孩子讲的时候啊，虽然没有情绪啊，可以带一点笑脸啊，好微的，笑啊，跟他说说啊。好的，好的。还有刚刚呢，您。比方说，哎，你看妈，你叫妈妈的时候，妈妈都很和气跟你讲啊，那现在妈妈叫你，你怎么干嘛呢？假如你今天叫哪个同学，你同学说干嘛？你听起来感觉怎么样？还有你接下来讲那个，你不是学的《弟子规》吗？哦，《弟子规》说父母呼应勿缓啊。那有可能我们这样呢，会传达一个用道理要去要求孩子。是了解，那那了他解。就感觉哦，学的传统文化常常被道理压过来，他可能会产生一种不舒服的感觉。了解。那到最后你一引经据了，他还不想这个经据有没有道理啊？他又说又来了，京剧又来了，对，有这样情况，是，我有遇到这样子。他说我听到长茧了，我听到耳朵长茧了，就这样子。听失聪啊，孩子都说他听到都长茧了，那你这个方式本身呢，对他来讲可能不是最好的一个方式。了解，是吧？你用这个方法，他都反感了，那你继续用，变成自己的执着了。了解，了解，我们今天在面对他人的时候啊，就是修我们能够感受对方，放下自我。好的，老和尚常说，佛法功夫在哪里？放下。对。今天我们讲到他觉得长茧了，我们没有办法感受到他的接受度了。那为什么我们感觉不到他的接受度？我们站在自己的角度上，不是体会对方的接受度了。对呀，是那的。我们站在自己当中呢？有一个念头会比较强，就要求对方。好，那请问大家，我们的心念有这种要求的时候，我们处于真心的状态吗？没有，哦，这个就我们是，得自己关照了。嗯，假是，如我们有一种要求对方，我们这是烦恼心，嗯，请问对方会被我们调动的是什么心？有可能也是烦恼的心了，真心感真心嘛，妄心感妄心嘛，也是互相交感了，也没有离开因果啊。我自己回想啊，父母很少用道理压我们，
我好像回想不了父母用道理在压我们。哎，所以老和尚常常说了，《弟子规》啊，是父母做给孩子看的，不是拿来要求小孩的。所以身教者从嘛，言教者诵嘛。身教他很容易潜移默化跟从，因为我们做每一件事，这种身教是发自内心去做的，就会触动孩子的善根。但是我们自己没有强调自己先去好好做，但是又在要求学生呢，要求孩子，他心理上就会有一点不服。哦，当然有可能您身教也做得很好了，但每一个孩子的性格也不一样，你也要因材施教。对，哦，比方说有一些孩子，你叫他往东，他偏往西的这种性格，啊，你就少给他下指令，你就带头做给他看。每个孩子的性格确实还是有差异啊。好，啊，谢谢您。啊，你好，您请说。哇，你看你孩子挺乖的啊，马上冲过来帮你的忙。最好，近就是有遇到一个问题，就是说，因为我就是很怕我的念头，可是我当我的念头起来的时候，我的那个佛号压不下去，我就是最近这几天就是非常非常的害怕，就是说我很害怕我，因为大部分的念头都是比较负面的，如果是没有在佛号上，就是会就是说啊，就是自己怎么又起这种念头，然后就会升起烦恼，可是自己本身又压不下去，然后还有就是说，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最近孩子回来跟我说，就是在学校有别的同学，在弄他，他去做报告老师，我跟他说，别人对我们做什么都不可以去做报告，我们都要原谅他。好。可是孩子他就是说，他对我们做出伤害，为什么不能去做报告？我就跟他说到，就是那个祸福无门，为人俱糟。然后就是说，我们去做报告可能会害到别的小朋友，害到别人会被骂，或是会被处罚什么的。然后我也不会做解释，可是讲的也不好。他就是说，就是老师也说要报告啊，要讲啊，这样啊，可是我就不知道要怎么去做引导，这样。好，对。哦，这个都是我们很实际啊，可能每天发生的事情哦。我们学佛啊，佛是觉的意思，学佛是学觉悟，哦，所以六祖大师说，佛法在世间呢，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呀，恰如求兔角。所以你的觉在，你学佛是学觉呀，在哪里觉？在每天发生的事情。
假如我们都觉得，哎，我这么讲不知道对不对呀、啊？那这个就不是觉的状态了。哦，所以学佛不能脱离生活、工作、处事、待人接物了啊、哦。哎，那觉是心要觉。哦，你要用真心啊去处理事情。哦，所以修行是从根本修，从心，心是根本，起心动念。哦，所以刚刚陈德就你刚刚的事在跟你探讨的，你有没有起一个要求对方，用道理要要求他的心念，这个自己要看得到。你有这个心念呢，这是妄心，对方会不舒服的。哦，哎，我们父母好像，就是我们不会起这种跟他们对立的情绪啊，或者有感受到他们用道理压我们小孩，我自己没有这个感觉。哎，反而父母展现的是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孩子不容易怨我们，这真的，中庸说的“正己而不求于人，则无怨”。所以家里的人会怨你啊，那这个我们还可能还有一些成长的空间。一个孩子升起对父母的怨呢，对他。个人身心跟福报啊，有蛮大的影响。哦，那我自己觉得很庆幸，我的成长过程没有对父母产生这种埋怨。哦，是敬佩自己的父母。好，那您刚刚一开始啊，就是我们虽然要去护念孩子啊。但是我们首先要懂得，先护念好自己，先爱自己，你才能去爱人。啊，欲爱人者，先自爱。啊，所以大学讲，明明德，亲明啊，明明德就是自爱，亲明是爱人。你用自己的明明德去。清明就是用自爱，你就懂得自爱了，你就懂得爱人。哦，比方说，你现在要懂得啊，不要常常让自己啊陷在担忧恐惧中，不然你这个担忧恐惧啊，一定会影响到你的家人，是吧？哦，你现在阿弥陀佛是无量光哦，所以都是光明的。我们要培养，要正向面对问题，不要常常产生担忧恐惧。以后照镜子常常微笑微笑啊，哎，提醒自己啊，要 smile 啊，要啊这个 positive 啊，对不起。啊，我练一练英文啊，要正向积极啊，面对事情。这个老和尚也是在表演给我们看，因为我们也从老和尚身上看到这个特质。哎，把老祖宗的教诲给全世界这些专家学者、大使们讲了，人家说是理想做不到，老和尚还是积极面对。哦，那要做实验给他们看。哦，所以才在自己的故乡汤池做实验，都是积极面对它，不会因为遇到困难就消极退缩。哦，所以我们跟老和尚学，要把他的人格特质要学到。哦，所以现在，哦，你看你念佛会有妄念起来，这很平常，所有修行人都会遇到的。请问你有没有遇过啊？哪一个念佛的人一念佛妄念都不起了？你有遇过吗？
没有，那你不是自己吓你自己的？对呀、啊，所有的人都是有一个过程，叫身处转熟，熟处转身嘛。哪有人说一念佛就没有妄念的？你有没有看到有很多其实大家都有的情况，你反而都拿来吓你自己了，是吧？这就是我们要改的性格，哎，要积极面对事啊！宁为成功找方法，不为失败找借口啊！你要经一事啊，长一智，不能长一怕，是吧？哎呀，我怎么妄念又来了？你要越来越害怕自己起妄念，你越怕它就越起，你那个怕本身就是烦恼嘛。哦，你越怕你的正能量越不足，当然你的正念就扶不住了。哦，所以你不要去压，你那个意念就是我要把它压下去。哎，你不要理他，专注念佛就好了。你刻意要压他哦，太用力了，哦，结果又好像扶不住啊，你又会很容易。因为你压就很用力，就很容易生烦恼心，哦，就妄想千般皆不管，一声佛号要分明，哦，所以你看，你连念佛，你都要依止这些高僧大德念佛的这些开示方法，你要把它用上，这都是。主动找方法的态度在里面，你不能让同样的问题一直，摆在那里，而没有自己主动去解决它。哦，所以今天你要记住这一句哦，妄想千般皆不管，一声佛号要分明。啊，因为它是假的，妄念是假的，你只要正念现前，邪念就污染不上来了。哦，哦，还有，不念过去，不念未来，专念现前一句。你念佛的时候会起很多未来烦恼、过去烦恼，不要理会。当前这一句字句念清楚。啊、哦，不求一心，不断妄想。你看，你去压它，就是想把它断掉，都不要起这些心念，只要字句分明就好。我们不要自己把修行搞复杂掉了，哦，还是依照祖师这些很可贵的教诲，哦，这几句你啊，好好去用哦，好，再来，你都用了，还是扶不住，怎么办呢？那代表你一下子念佛的力量啊，可能还转不了。好、哦，这个我们也真实面对它。啊、哦，我也有念不住的时候。啊、哦，那你就去找可以马上把你这个念头转掉的方法。啊、哦，比方说你最佩服谁？哦。哎，何老师，你没有佩服的人是吧？还有印光大师的那个开示，我每天就是在 哦，楼梯你那里很佩上。服印光大师是吗？印光，我只有看他一个开示，就是在念佛堂这里的楼梯那里挂着，然后他那个。开始就是每天都会看一遍这样子，就很想照着做，可是有时候都没做到。哦，你现在就想着怎么做到，那个没做到的不要一直放在心上啊，影响你的信心。哦，还是培养那个宁为成功，宁为突破去找方法，不要一直落那个印象。所以我们曾经
失败的啊，不要放在心上，不然会干扰你的，那都属于过去的烦恼。哦，要不计成败，那些都别放心上，安住当下，去面对，去突破啊。你可以放一张啊，印光大师的照片啊。老法师的照片，老师傅的照片。好啊，那你就只要觉得这个妄念扶不住了，念佛扶不住了，你就看老和尚的照片啊，看可老和是尚我的看记老。录，看老和尚的纪录片，哦，尤其那3、5分钟你就会流眼泪的，你就多看几次啊，哦，你一下子被老人家的愿力感动了，妄念就没了，就是个念头。想方法把它转过来，哦，或者你这个人热心啊，你就赶快去想着谁有需要我帮忙，你就去帮助人家，那个念头自然就不见了。它是假的哦，它是假的。好，哦，我也有一个方法，就是我会去看《玄奘大师传》啊，纪录片啊，那拍得很好。啊，我一看大师这些纪录片，一看，我现在这些问题算得了什么？这个一个念头就过去了。哦，或者老和尚，这好多纪录片拍得很好。好，再来呢，你的孩子在学校出现事情啊，你怎么在这里用说他去？告诉老师叫做祸福为人自招，这个理上有点用不对了啊。哎，首先呢，整个善恶啊是看他的存心呢。你觉得他是要去害同学吗？是吧？好，首先你要先让孩子。感觉到你对他的爱护，你要先理解他的感受，理解他遭遇到的情境。哦，我看你很少抱孩子。对，因为我比较严肃。小时候比较残暴。你是觉得传统文化以后不残暴了是吧？哦，哎，哦，那，哎，所以你的孩子觉得我的妈妈学了传统文化，心不柔软，也不抱我了。只要他对传统文化不会有太好的感觉。哎，我们学的传统文化应该是更柔软，不是更。但是你这个情况啊，我觉得也挺普遍的。可能我们学的传统文化，大部分还要从这个误区里啊绕回来啊，因为我们一下懂了很多道理啊。然后我们又没有办法，这些道理都是往内看，所以就容易往外看了。你一看他的过往，你的心不可能柔软的。对呀，那你不柔软，你怎么会去抱他？哦，因为孩子在学校里遇到被欺负了，我们首先要让他感觉我们很关爱他。我们要陪他去面对这个情况，还能感受他的心情，哦，然后要了解清楚状况，你不要一下子道理又压过去了，他就云里雾里了，哦，而且你在跟他交流的时候，你在看他的眼睛，你讲的话他理解不理解得了？那这引导这个就
这个不是固定的了。哦，你了解清楚情况了，哦，那这个同学的背景是怎么样？哦，你可以引导孩子去包容，去宽恕他，甚至于是你可以出马，去协助孩子面对这个问题。哦，或者你假如对他的老师有了解，你也可以跟老师沟通，怎么来帮助这个孩子，帮助所有相关的同学，因为这是他们班级里面出现的事儿，就要看你的善用你的智慧咯。哎，随缘妙用啊，你假如用得好的话，谁有受用？你自己有提升哦，相关的人都有提升了，都有启示哦。哎，好，哦，这个谢谢您的分享，非常感恩法师开示，非常感恩。阿弥陀佛，仅供参考。好，哦，那这个啊，这我们刚刚啊和老师所分享啊，哪怕我们是啊，可能不是很圆满的一个情况，其实我们也能够啊探讨，从中得到一些启示。哦，当然您有成功的案例啊，哦，也这个祈请您啊要分享出来。哦，啊，这样财布施这个法布施的聪明智慧啊，您的智慧会越用越好。哎，我们有请。好，陈老师啊，陈老师有请。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哎，您好，陈老师您好。可以吗？可以可以，可以说吗？有有。哦，阿弥陀佛。我小时候呢，是曾经有听过王立明警官的录音带，这是我学佛的入门，然后之后就开始听净空法师的无量寿经，然后也有听那个陈法师的弟子规。好，那抱歉，您就是对对对我拿起，请说。就是那时候刚开始听的时候，也是很希望可以就是把弟子规落实在生活上，就是有试着就是说跟同学跟家人一起交流这样子，但是可能就是比较少获得成功的经验这样，就是常常就是他们会觉得说啊，就是他们会提出有一些疑问这样子。就是我有想说试着把就是那个传统文化稍稍的就是跟家人分享，但是总之就是还是成功的比较少一点。然后您那个失败为成功之母啊，哎，我们那些失败要总结经验哦，都会成为成功的资粮。是，然后现在的话，我是在那个高雄市的凤山的中仁国小，然后我也是想说，就是跟大家一起分享，因为刚好在学校当中，那时候我选择这些学校，它上面就说它是推品德教育，但是就是通常他们就是学校当中的品德教育就是止于背经这样子，就是可能小朋友只把经给背起来，但是可能没有把经落实，像弟子规落实到生活上。然后我也试着就是让小朋友可以写联络簿，写说他落实父母呼应勿缓，在家里是跟家人是怎么互动的，但是可能家人对于弟子规可能也并不是非常的了解，所以可能
或者就是没有获得很真实的，就是可能要怎么讲，就是比较没有什么回馈，家长也不会给你什么回馈，了解，对对了解。然后身边的同事可能也会觉得说，就算是同事也基本上对于弟子规也不太了解，因为可能现在的就算是老师也对于弟子规可能也不是很熟悉了，所以我要去找到一个可能说我们要去怎么一起去经营，或是跟小朋友分享的话，都会可能我现在的方法是不是让小朋友可以先喜欢我这个老师，然后可以一点一点的先让小朋友微微的了解，然后就跟他想要让他去回家，然后生活在感恩的世界。这个是我能跟小朋友做到的，就是我都常常跟他讲说，他感谢就是老师啊，或者说父母，或者是早上的一些志工妈妈们，这样子对，从生活在感恩的世界这样子。是的，但是细节上可能就是我也在尝试着用，我在想说我自己也很努力的去想要去达到，是跟身边人分享啊，或是说跟父母，但是因为我之前自从就是从以前听了弟子规，然后听了老法师的课程之后，其实我也是很希望可以把父母就是送到极乐世界，但是就是从去年的时候，母亲是在医院离开的，但是我有尽速的，就是从医院赶快到家里，然后就是尽量保持8小时不要去动。这个，但是因为在医院可能就没有办法做到，就是说你完全都不动8小时，我就想说，好吧，那我只能回到家里去，就是不要移动8小时。那我也是尽量，但是我是从去年到今年为止，我是没有感，就是感应到说可能吗？我是很想知道，就是母亲是去了哪一道，但是我感受我没有任何的感应。然后，但父亲的时候，自从就是妈妈离开之后，他因为他们很相爱，他们夫妻都很相爱，但是我也是很希望那个父亲就是可以继续走回就是学佛的路，我要把就是跟父亲一起去高雄市的六合敬宗学会去念佛，六合敬宗学会。然后，但是父亲可能就是比较对于佛法现在比较是渐行渐远，然后他喜欢去，他最后是去游泳，是去那个西子湾游泳。但是我那时候我一直很希望可以护念父亲，就是可以往生，但是就是他突然就是有个变化，就是父亲是在海边离开的，这样子。没有，连8小时我都没有办法，就直接在海上离开之后，他就直接去了博物馆，这样子。但是我事后我也是很尽量的，就是可以在那个跟六合的同那个师兄们，就是一起在家里，就是替父亲祈福，努力就是看看能不能帮父亲可以往生这样子，但是。因为我知道，其实应该是要在之前是比较重要的，因为已经父亲等于说已经离开了，而且是属于算是意外。那就想说，我现在的话，我还有什么方法，就是去可以继续努力？我现在的，其实我还是蛮希望知道，就是父亲跟母亲就是可以在哪一道，但是目前我是没有什么感应，这个是我家里的事情，对，然后。学校的事情就是，我也是很努力，想要跟同事啊、跟学生分享，就是弟子规，就是我现在大概可以只能做。
做到，就是说让学生看到我们说，哎，这个老师还不错，这样子对我们还不错。但是了解要好，好，谢谢谢谢陈老师哈。就是说我们有利益学生的心啊、或者利益同事，甚至同事的学生，这个心都是可贵的。那这个心呢，我们要保持，保持我们的初心啊，因为这个过程呢，你可能会啊有一些挑战，你也要懂得总结经验。哦，比方你刚刚说，哎，我跟同事一聊啊，好像他们都不是很认同，那有可能是你聊的方式，哎，不是让他们很接受，可能我们那种聊的方式有点太刻意了，哦，就好像刚刚提到啊、这个，啊，刚刚那何老师提的，他的孩子都觉得，哎呀，我听着都长茧了，那你是好心为孩子啊，可是得到的结果是他不是很接受，哦，所以这个哦，所以。等于是说，可能我们也总结一下，哎，我是怎么表达，他们不是很接受。这个都是做事的态度哦，你要总结经验，经一事长一智哦。你不能经一事长一怕了，哎呀都不接受，哎呀算了，别讲了，你变成你心理上的一个负面的担忧了。是吧，真心一法不立啊，可是我们心上都有过去的东西了，这个要调整。哦，那您刚刚要把父母送到极乐世界啊，这个心是很可贵的，哪怕是现在你这个心不能变，哎，我觉得你现在有一个心啊障碍住了，很想知道他们去哪里，你不如好好念佛。当人很想而得不到的时候，他是烦恼。这个时候反而他们你也感应不到他们的讯息。哦，齐天立命都要从无私无虑处感应。等你把这个执着放下，说不定你妈妈去好地方，他就会跟你有回应了。当然从这件事啊，因为这个我们刚好大家今天啊借由这个陈老师谈的这个事啊，其实你说这些跟我们教学啊，比方说他送他的父母，这跟我们教学有没有关？我们每一个老师你所经历的事情，你没有用很乐观正确的态度去面对你曾经发生的事啊，这些事都会影响自己的心情。只要你过去的事能影响你的心情，就会影响你的教学。因为同样一颗心，你只要过去的事放得太多，你说你能全心全意去爱你的学生呢？不大可能。嗯，哦，所以啊、哦、就好像夫妻的相处会不会影响教学，保证会。所以你是学校的校长跟领导，你要关心老师们的家庭生活。哎，我说啊，他在家我不管了，反正他在学校给我好好教就好了，我觉得也不可能。哦，哎，你夫妻相处得很好，你能把这么宝贵的啊这些经验啊，哎，现身说法供养他们，可能就能解决他们的问题。哦哦，所以对于你发生的事啊，你都要用很正确的态度去面对它，才不会影响你。哦，当然，对于你母亲的事情啊。
可能要先，我们中庸讲，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只要老人年纪大了，好，说实在也不只是老人了，哦，你看我们感应篇汇编里面提到死了，啊，算尽则死啊，哎，你看那个故事里面讲了，对吧？有个老人家见到阎罗王啊，说阎罗王你太没有意思了，你怎么都没先通知我一下呢？阎罗王说，我通知你好几遍了。你看你的眼睛是不是有点花了？你的牙齿是不是掉了好几颗了？那个都是我给你的通知啊。哦，哎，后来来了个年轻人呢、啊，哎，阎罗王，你都没通知我啊，我的牙齿一颗都没掉啊，我的眼睛也没有花啊。哦，那阎罗王说，哎，你们东家那个不是二三十岁就走了吗？那我给你通知啊，你西村那个不是多年轻就走了吗？无常啊，一日无常道，方知梦里人。哦，所以啊，包含我们自己也是写呀，啊，假如无常来了，这个自己这些。怎么处理呀、啊？要写的、啊，我常常坐飞机呀、啊，是吧？嗯，所以你像你母亲的话，你应该是要先就跟兄弟姐妹要沟通好，在重大的情况之下，急不急救这些都要讨论好，都要商量好，这样你才能比较从容的去应对这一些情境。哦，好、哦，那现在毕竟老人家都走了，你现在最重要的是，你这一生能往生做佛了，他们都升天，一人得道啊，九祖升天，到时候你可以从极乐世界到天上去给他们说法啊、哦，所以绝对不能忽略你这一生的道业啊、哦。再来呢，我们比方说对自己的父亲。就是我们今天希望父母学佛，希望父母往生极乐世界，是我们要把佛法用出来，让他们起信心，让他们生欢喜，而不是在向上，你带他们去念佛，可是可能他不觉得你理解他。他不觉得你学佛之后更孝顺、更懂事。佛法重实质哦，不是重形式哦。哦，你比方，你父母很恩爱，你母亲一走啊，你要体恤你父亲的心情。你体恤到他了，他就会感动。你讲的话。他就比较会听，可是这个时候我们可能没体恤到他的心情，只是一直拉他去念佛，那没有人理解他，他不会爱要佛法，这个时候他就会用自己的方式去，不去想他的另一半，哦，所以。大家要注意哦，我已经听太多了。只要恩爱的老人家呢，一个先走了，另外一个都没多久就跟着走，他跳不出来，他会很难受。哦，尤其假如老人家走了一个，只剩一个，然后他还自己住，哦，他一走回房子里面。看到每一个景物，就想到他的另一半。大家设身处地一下啊、哦，你看老人家住在一起几十年喽、哦，同一个空间，突然一个人不见了，你说他习惯吗？他的记忆里面通通大部分都是他的另一半跟他的子女，还没有那么多回忆的。
所以当时陈德父亲走了，哇，那老人家结婚50多年了，感情很好啊，不敢给老人家老母亲呢住在房子里面了，哦，就要铺垫了，啊，让，但是你要讲的让他接受，哦，比方说，哇，你现在到道场去呀，哎，父亲最安心，哦，而且你每天读经啊，功德还可以回向，就让老母亲呢能接受这个安排，他就可以不用每天单独哦去面对这一些景象，哦，所以这个是刚好您提到了这个事情。为什么你爸爸要去游泳？有可能他想要借由这些方式暂时去忘掉，不要去回忆这些事情，所以佛法是慈悲为本，方便为门，所以我们首先要能去感受理解我们身边人的心，而不是我们觉得好的东西要硬要塞给他，这一点可能我们得要去静下来去观察观察，哦，好，我们不能犯了那个爱你没商量，不能体恤他的感受跟接受度，只觉得好的，哎，就给他了。理解万岁啊！哦，你哪怕家里的人没不会冲突，可是你也不见得够理解对方。好，那再说回来啊，比方说您提到您去的这个学校是品德教育啊，哎，结果他主要是读经。那假如你产生落差，而这个落差呢又造成你的一个情绪的话，那这个情绪会干扰你。哦，所以老祖宗留了一句很好的话啊。知足常乐，哎呀，最起码他有读经。哦，我们很多的烦恼啊，产生不是外面给你烦恼的，外面只是个缘。哦，不是风动，也不是幡动，是自己的心动。心动了一个期待，结果呢，事实落差太大。哎，有点失望，甚至产生我被骗了，不要产生这样的心哈、哦。大家要了解哈、哦，你功德圆不圆满，不是你达到哪，你今天你在这个学校的品德教育推到什么程度，不是的，是你尽了力了，就是圆满。可是当你有一个期待，我要达到什么的时候，你往往会产生一种失落，一种无奈，这些情绪就会来。哎，哦，所以第一个学校，哦，不要产生这个落差感。哦，我尽力去做，就功德圆满了。哦，至于能做到哪，这个我不预设。你一有预设了，你的心上就有东西了。你就可能在患得患失了。哦，第二呢，啊，您说这个给家长呢写联络簿啊，啊，有点石沉大海是吧？没什么 feedback 啊，没什么反应回来。好，哦，那我们宁愿成功找方法，不为失败找借口啊。我们要培养一种心境。越挫越勇，好，没人回馈，做家庭访问啊，好，那当然啊、哦，假如有一两个回馈了啊、哦，先去访问这一两个家长，
啊，佛法有说啊，佛不度无缘之人。哦，但是大家不要听这一句，要听出执着了。哎呀，这些人都跟我无缘了啊，无缘，无缘你可以造缘啊，有缘的你可以提升他的缘分。哦，就像佛陀教化，没善根的给他种善根，有善根的给他善根增长，善根成熟的这一生帮他了脱生死。哦，所以我们你说，哎，这个这些缘不具足，哦，你这个开家长会的时候啊，买花生米跟他们多结缘啊，四摄法，哦，那等于是说呢，有回馈的家长啊，你就可以花比较多时间呢，去跟他亲师配合，哎，这个不是分别心哦，哎，对孩子我们平等对待，但是缘分有深浅，缘比较深的，哎，我们花一些时间，说实在的，20个人都给你回馈啊，我看你时间精力也不够了，哦，哎，你先去护念缘比较成熟的，等他们的孩子成绩也好啊，行为改善的多啊。有可能就会去触动其他家长，哎，所以我们先缘分熟的用心去做，啊，哪怕只有一个，啊，一个都能练出我们的真心嘛，哎，好，哦，所以我们刚刚说的任何情况，我们都要 positive 啊。用积极去面对它，啊，不要产生消极沮丧的一个情绪出来。好，这个，感谢陈老师的分享啊，好，阿弥陀佛，啊，当然陈德刚刚提的啊，大家假如有不认可啊。或者不同看法角度啊，也可以提出来啊，大家可以探讨。哦，大家不要觉得自己在第一线教书啊，好像自己很孤独啊。啊，我们是一个 team 啊 ，teamwork 啊，大家可以就这些个案呢、啊、来探讨。哎，啊，说不定探讨，哎，有哪一些经验呢、啊，或者哪一些资料啊，大家就可以互相支援了。好，德不孤必有邻。好，好，那这个啊，我们今天继续啊，太上感应篇汇编啊。啊，我们之前啊讲到了四景了 啊，假恶四景。啊，这个四的部分啊，乙一四的部分呢，丙一是聪明，啊，这个总名啊，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啊，一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啊，所以我们举的一些例子啊，这个鱼鳞啊，傅崇周啊。你看他本来都是考得上的啊，但是因为腹诽啊，因为口业啊，把福一直折掉了啊，最后穷困潦倒了，甚至于祸延子孙了哦、啊、所以我们跟后代子孙分不开哦哦、啊啊、所以啊，有一念而触鬼神之怒，有一言而伤天地之和，有一行而酿子孙之灾。哦，古人留这些话很有味道啊。念头、一言、
一行，皆当慎之，都要谨慎，都会招感祸福。哦，那接下来呢？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他造恶的人呢、啊？会被减损福报啊，寿命啊，而且呢，被处罚的变得贫穷了啊、这个贫是贫穷了。耗呢，家破了，耗损了啊，家破了啊，多逢忧患呢，还经常遇到啊忧愁灾难所以我们现在呀、遇到不如意事啊，一种可能，哎，我们自己造的业感召来的，这个时候就要检讨了。啊，从身口意去检讨了。哦，那于净义工就是好榜样了。他身口意造了很多业，哎，痛改，最后整个命运也是转过来哦。哎，另外一种你反省啊，哎，好像我身口意啊也没造什么恶啊，哎，怎么好像还遇到一些不好的事情了？啊，人家骂我了，那这个时候啊，我们有很乐观的态度，哎，这个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哎，这老天爷瞧得起我啊，考我，动心忍性，增益己所不能，哎，我看大家的表情好像对这一段话不是很接受理上好像没有错，真的遇到了事情啊，还是不是很舒服啊？哦，黄念老啊提了一个心境啊，我印象很深。古代修行人呢、3天没遇到倒霉事啊，就痛哭。啊，为什么痛哭呢？佛菩萨不加持我了。哦，这修行人觉得，哎，多一些考验呐、不然自己会懈怠、会松懈、会退转的。哎，逆境磨练人。哦，所以是不怕这些挑战的。所以假如。遇到不如意事这个我们要懂得反思自己你看62页，无中徐行这一个事例，这个在苏州市无中在苏州市他。这个贪婪成性啊，而且还常做坏事，一开始呢，经营啊，药材、中介的生意啊，药材牙子啊，坑骗致富，用使用这种压迫啊、刁难、欺骗的方法致富，现在人怕呢，用不对的方法，哎呀。还觉得自己很聪明啊，这就麻烦了。小人冤枉做小人，所以这个因果教育啊，要赶快教啊！你没有先扎在学生的心里面呢、到时候他出社会啊，这个染缸啊，又误导他，他可能就回不了头了所以我们现在做的都是防范未然的事情了，那有这个集瑕疵啊，往辽东犯人身，直寇至，备受惊恐，万死中啊，
得一生。他有一次带着很多资金到辽东，去卖人参，刚好遇到盗贼抢劫了，遭受极大的惊吓，还捡回一条命啊。可能遇到这么大的危难，他并不会觉得是他前面造恶了，他可能还会很埋怨啊。又往右后啊，往山东登来，富裕仇家，只为白莲余党，直欲送官，尽废其资啊，得免。到山东。这个登来又碰到仇家了，诬告他是白莲教余党，把他送官法办了，结果是花尽他的钱财，才免于官司了。最后又往川中贩药材，急还，周至中途啊，忽刘贼至，弃之而归啊，自是家籍轮替。忧郁病死，后来到四川贩卖药材，乘船回程途中遇到这个刘贼了，流寇盗贼啊，那就抛弃所有财物保命了，最后家道中落啊，忧郁而死。人要转祸为福啊，得要。懂得反省自己呀、命运才能转变呢，不然也只能呢、接受业报而已了。所以了凡先生改造命运的关键，就是云谷禅师问的：“汝自揣因得科第否？因生子否？”结果呢，追醒良久，反省了。人不反省啊，内心很少不怨天尤人。我们容易着相啊，事业不顺啊，也没有考虑自己可能身口意啊都有造业了。你真的冷静下来想啊，你不止不会抱怨了、我这身口业，我现在还有命在啊，我赶紧忏悔了，赶紧改过了。上天有好生之德了，我们有改过的心啊，一定会给我们机会的。所以这个故事也提醒我们，可能超过一半的人呢、他人生结束的时候。他还不知道自己错在哪，所以佛法是内学哦。哪怕我们学了30年、40年，我们也不见得入了佛的门，因为我们太习惯向外求、向外指责，那这个就没有办法感通佛菩萨、天地神奇的加持，就有障碍了。所以这个弥天之罪啊，当不得一个悔字，你肯忏悔改过了都有转祸为福的机会啊。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佛菩萨都是同体大悲的，不可能抛弃任何一个众生，可是我们没有反省改过啊，那这个业力啊做主了，他们要加持啊，怕加持不上了。好，所以《无量寿经》有一段话很重要：众生善根不可思议，诸佛圣力啊亦不可思议。众生业力啊，亦不可思议啊！关键在啊，这个众生是善根起来啊，
诸佛加持力合而为一了。可是呢，众生不起善根，随顺烦恼习气了，那他的无始劫的业力就会被他招感来，也是不可思议的哦。哦，所以你看，一个人的一念之间，是感召业力，还是感召佛菩萨加持，他一念之间。哦，所以黄念老说要善根发动，谨防业力发动，谨防业力发动。不然一发动了，可能我们就招架不了了，可能命都没有了。好，接着呢，人皆物之，人人呢都讨厌他。其实造恶之人呢，他也会形成呢一种磁场。那个磁场啊，人家一接触他不舒服了。而且呢，这个物资啊，可能不止那个朝代的人会厌恶他，甚至一遍遗臭万年呢、后世的人也讨厌他。所以我们看，你看汇编64页，宋秦桧，台湾念快啊。欺君误国，贼害忠良，百世之下呢，莫不恶其奸。对他这个陷害忠良的行为都非常厌恶啊。而越王岳飞啊，精忠报国啊，后世亦靡不敬仰其风啊，他的德风。后世都很敬佩，他的祠堂其祠啊有铁铸秦桧及其妻王氏像我们去过这个岳飞墓的我陈德也有去过旁边那个同座的他们夫妻就跪在一旁了跪案前悬一木掌。旁边吊着一个木的手掌远近之人呢来敬业的来礼拜的都是皆钦拜钦佩佩服礼拜越王而执木掌以劈铁像就是责骂他们夫妻所以和而观之你看这他们两个人后世人对他们一个敬仰一个是厌恶人民非有丝毫丝恶之心其同意者善恶之应也所以这个他们得的不同的结果也是他们所做的善恶得来的招感这个不是老百姓偏心了是越王做的事令人钦佩秦桧做的事令人厌恶所以同样的我们今天在亲人朋友当中自己人缘好坏这个不能怪别人也是自己所做招感来的所以老祖宗说行有不得反求诸己这一点呢我们也可以多引导孩子你看人家某某同学人缘好原因在哪当然下一句不要说某某同学人缘不好这个要引恶扬善把这个善的举善而教不能则劝这个孔子教的留面子给他这个是厚道好
啊，今天啊，先跟大家交流到这里，好，谢谢大家，阿弥陀佛。